进，陈小春、英采儿夫妇作为爱情组的代表，一起参加了三个院子录制。春采夫妇的院子里刚迎来了妈妈团和小萌妞们，这几位可爱的小姑娘把夫妇俩的心给萌化了。一看见孩子们，英采儿的微笑就没停下过，蹲在地上陪孩子们玩耍，送上爱的抱抱，专注的眼神里满满都是宠溺。不仅如此，英采儿展露出作为妈妈细心如发的一面，在帮着照料小朋友时直接单膝跪地为小朋友整理衣服，动作轻柔仔细，妈妈力爆棚。一旁的陈小春虽然时刻保持高冷，但是看着萌娃们玩玩具的可爱模样，嘴角也止不住的上扬，眼神温柔的都要融化了。